你们好，我是小强。外婆打电话来说，他们家的鱼塘已经放干了，让我过去帮忙抓鱼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就抓了很多鱼货。看到没，在这个稻草下面还发现了个拱包。咱们现在把这个稻草扒开，看下下面是什么东西。哇，好像有个东西，兄们，这是什么？原来是只大鳟鱼，这只鳟鱼应该有个2-3斤吧。躲在这个稻草下面取暖，看到没？这边还发现了个拱包。如果猜得不错的话，这里面应该还有一只。咱们用最快的速度把它给抓出来。又发现了一只，这只的话应该有个2斤左右。外婆的鱼塘放干了，里面鱼货甲鱼特别多。外婆说她前2年的时候放了很多甲鱼苗在里面，没想到都长这么大了。看到没？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抓了2只情侣甲鱼，特别凶猛。咱们正在直播中啊，点头像进来看精彩直播，直播拍甲鱼，双击双击。